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中荣民总医院精神部林志坚医师。面对 COVID-19 新冠状病毒的疫情，许多人会觉得紧张、焦虑，甚至有恐慌发作，这些都是常见的压力反应。如何做好压力管理，适当的抒发情绪，正向乐观的面对非常重要。首先要有正确的资讯，网络上流传大量的信息，许多是谣言，容易引发更大的焦虑。建议聚焦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正确信息。其次，当周围有亲戚朋友需要接受居家检疫或隔离的时候，接纳、陪伴、鼓励、安慰、支持非常重要。面对疫情，需要你我互相扶持、互相鼓励。祝福大家身心健康，阖家平安。